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说过，这段时间你老实待在营中，我要去见姑姑，你谁也见不着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的话在绛旗营中就是圣旨，不从者死。那干脆就赐我一死。你知我不可能杀你，你也不可能关我一辈子。 你还是告诉他真相吧。我是真怕，还没等你报完仇，他就先把你当仇人给杀了。他不会杀人，但他会恨你。那也总比他恨自己要好。算了，不劝你了。反正你也从来都不听我的。 阿兄，有件事，也许我应该提醒。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不听啊？我其实很忙的，我还要找程曦呢。对了，哎呀，程曦，我想来想去，没准儿他躲在大人府里。如今这恒安城啊，也就是那个地方没找了。我现在就去。阿兄。